才早上的8:45，我们等一下想要赶在9点之前可以入园。那我们今天的话呢，就跟着我一起在东京迪士尼海洋里面走走看看吧 ，Go！进来就先买到一个战利品，他家猫是达菲的好朋友，好可爱的。咦，这个的话呢，我们刚刚用手机抽了，就是第一个 Fast Pass 是海底20000里，然后是尼莫的，就大家也蛮推荐的一个设施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先过去那边，我们进场的时间好像是9:10几，快20分，然后抽到的时间的话是9:30就可以坐了。然后他刚刚在5分钟之前呢 ，App 已经就提醒我说，哎，可以去就设施咯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赶快前往我们的海底20000里。深海有没有？然后他说要把它给搅，把它给融合在一起。下面那应该是珍珠吧？我们来喝一口看看。好甜哦！这是我们吃的第二个 Fast Pass， 是印第安纳琼斯。所以我们刚刚说这个纸本的是没有办法共用的，就是发现的问题。因为网络上有一些 YouTuber 说是可以，就是同时抽，但完全不行。他会在那个 Fast Pass 那个机器下来之后，他会跟你讲说，你上一个你要到，你已经有什么什么的 Fast Pass 了，你要到什么时间几分之后，你才能抽下一个。刚刚玩完了印第安纳琼斯，好玩，真的好玩，就是很刺激，就连老大都说推推，好不好？大家来的话一定要去，而且我们真的很好运，就是一进来没多久，现在10:55就已经玩完印第安纳琼斯。但有一个可怕的消息，就是玩具总动员的 Fast Pass 已经发完了。360块日币，大概120台币。但
还蛮好吃的，而且造型蛮可爱。盒子的话，它是属于偏硬的材质，可以把它给就是拿回去之后洗一洗，装小东西。好啦，我们刚刚做完 Tower of Terror， 你们稍微讲一下感想。真的好可怕，它就是加强版的大怒神，虽然感觉没有那么大怒神那么高，但是它就是一直上上下下上上下，你永远不知道它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，但蛮好玩的，可以来推推。这个就是 Tower of Terror。我们已经排了一个小时了。对，我们现在在玩具总动员这边排了一个小时了，然后还有这里而已。超过吧？一个小时了。一个小时了，就还好，我们已经来到室内了。那麻烦看一下前面有多少？看不到，看不到镜头。耶，刚刚玩完了那个。玩具总动员大家说一定要来玩的，然后我放我的分数表在这边给大家看，我居然输给老大，那手真的很酸哎，超级酸的，但我觉得是好玩的。我们没有买到想要买的那个，我今年没有，那好像是去年的。这是我们今天的晚餐，看不出来什么颜色，对不对？哈哈，我也看不出来。代表说这边等一下有表演要开始了，然后呢，等一下八点会先有一场米奇的 Fantastic 魔幻秀的样子，然后八点半会有一个烟火秀。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，不要遗漏我任何一个影片。我是妍妍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